第八天了，医院的负荷还能不能承受？有参与抢救伤患的医师联名建议，为了给患者更好的照顾，应该落实适当的转诊，让患者转到烧烫伤病房。卫福部也表示，等一两周。 患者生命真相稳定后再考量转诊，而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秘书长蔡明忠则提醒，这次意外不论台湾或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见，大家要有心理准备。八仙城爆意外，目前还有200多人在加护病房，都是中重度烧烫伤患者，这是台湾前所未有的重大外伤事件。 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联会和医学中心开会讨论，会中提到百日计划，也就是100天内的急性期治疗与复健，提醒未来可能得面对比较大量的死亡潮。或许我不是乌鸦了哈，但是我要强调的事情是，这件事情所有的民众一定要清楚的是，现在开始要逐渐走入到有可能有不幸的要往生的这个事情。 医护人员不休息，倾全力救治伤患，但烧烫伤患者在度过第一周后，第二周开始可能产生感染高峰期，必须非常注意呼吸道和皮肤的感染问题，连病患的分泌物都可能是感染来源。 他失去的这个皮肤的一个保护，所以一些水分的一个保留会比较困难一点点。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细菌发生这个发炎、感染跟增生的情况会加剧跟严重。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，也是最重要的免疫屏障。烧烫伤患者皮肤大范围缺损，要特别小心环境卫生。因此，有10多位医师联合建言，希望将伤者适当转院或成立专责医院。种种意见都是希望八仙城报的受伤民众能得到最妥善的治疗与照顾。大爱新闻李亚平国际综台中报道。